你瞧，狗妈妈这贱贱的表情，她的小宝宝啊，终于满月了，一共生了4只，是3母1公。来，让大家看看长什么样。呀，你看这一只小家伙，刚睡醒，一脸懵，自己睡在了外面。你看，看到我之后，吓得直接进去了哈。啊，这一只小家伙还是比较热情的。你看，看到我之后，这个尾巴摇的，哎呀，你看开心的这飞机眼，贱贱的表情啊。这是一只小母狗啊，看到了，你看特别的调皮。这是老大、老二，这是老三，你瞧，哎呀，特别的兴奋。瞧这小家伙，还打了一个哈欠哈，你看现在长开了哈，越长越好看，是不是？耳朵也立起来了，包子脸，你看捏着可好玩了。这一只呢，你看它的花色也是非常的对称。胸前的白肚也不错，这一只是一个小闷闷，这一只呢也是一个小闷闷，它就是属于调皮一点。柴犬的话，这是净脸的，它呢是属于一个小黑脸的，但是呢成年之后都会慢慢的会蜕变的。哎呀，你看我的手有啥呀，那么香，是不是？它是咬着玩哈，不使劲。你看它的牙都已经长那么长了，是不是？来看看其他的，这是看这一只。这一只长得也非常好看，你看这一窝小狗，它的毛量非常的好，双层毛的，毛量也是非常的多，看尾巴就能看出来它的毛量，是不是？行了，让它们在这玩吧。